随着地层的加深，地震等基础资料的品质就变差，储层预测、寒气性分析、构造落实的难度成倍加大，钻井的难度也大幅提高。宝岛211大型气田的成功发现，不仅证实了宝岛挖陷的勘探潜力，也表明我们在深水深层勘探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，对类似层系的勘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